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飞将为你带来的熊浩那个风云再起加强版的实况的战解说。这场比赛 EP 的真的很差 ，vs 是拼的加柔。这首先中战 C 四和中 Max 八是你走，漂亮。那这场比赛相信不用我多说啊，也看得出来对吧？这场比赛两边是三主力，真的很差，也是老牌高手加柔也是一样啊，都是平台的元老了。但是最近有很长时间没打了啊，得有个半年了吧？这刚回归啊。高跳轻脚抢空，来看下一回合。来看加柔这边的金加帆登场。哟，先带一条重拳，好的前冲，原地实施高跳放针重拳。哦哟，这一波放针真是惊心动魄啊！如果说刚才给点反应，一个大升龙或者前冲翻裆都是有可能的。你看这种顶级高手的对决就是直来直去，对吧？好的重拳六 A， 直接带走。来华跟上，帅气。这波看得出来啊，真的很差，这手基本功是没有任何的退步，反而是更加的老练了。来看加柔这手猴子最后一个手底角色八神，这现在还是满血，刚才啊如果没相杀的话太夸张了呀。大葵花走路秦月音，葵花取消日劈的围臂，想占地开 BC， 但是没有责中占地强开 BC， 小跳重拳责。哟，这下后后百合折被直刺一下，但是还行啊，没有确认。哦哟，就是锤你，小跳 CD 前小影跳重拳强开 PC 点下盘二 P， 赶紧前跳出板，但是兜兜转转又回到原点。战地强开 PC 逆向轻声龙打乱洞，哟，这手前走抢卸封被二 P 下轻脚点断，但是二 P 却反野失误，鬼花三十掉倒那没了，要破防你只能赌了啊，只能刚才赌一个直刺，想对策一 P 的后大跳。眼下比分1-0，这局怎么讲？你像这种纯高手对决的三主力啊，也许没有什么隐藏啊，但是对决绝对精彩。哦哟，刚才哦哟，漂亮加柔，对手知道一劈前大跳百合折压起身逆向，日劈直接起身前大跳重腿抢空啊，帅帅帅帅帅！哎，大葵花堵住，起身有小摆吗？前大一跳 C 想择逆向中断，但是没有择到。哦，前冲底半漂亮，一劈的小跳重腿想抢空，但是加柔前冲点下盘啊，那没了。哎，虽然说格斗游戏极少有运气的成分啊，但是你像刚才这种对吧，千钧一发的时候就难免会出现猜拳的情况啊。就对手如果说刚才真的很差，出的是一个跳重拳，那这个加柔的下轻脚就要被揍了。这下 Max 超杀逆向怼过去带走，漂亮。来看加柔这边日发出场的角色，两边八神都被带走，那来吧，回到同一起跑线了。重拳六 B 没有强开 BC 也是比较稳，这个版本并不像一期版可以无限开 BC 啊，这个版本在 BC 槽里是无法再开 BC 的，就是你是暴气状态对吧，那你就不能再开始 BC 了，所以说开 BC 也不能盲目的开啊。哟，前冲下重腿背升龙，但是奈何蹲姿受击啊，只能被打中一下无法被击倒啊。来看下一回合，真的很差，这边的猴子，我差哥小猴戏。嗯，跳 CD 抢空 AB 正逆泽，对手战 C 裸爆 BC 是想做什么呢？加柔这边可能是有点急了，各种顺刺点乱动逆向，这猴子裸 AB 真敢出啊，延迟战 C 打，但是没有确认，真的很差，在板边也是不好出板。加柔这边各种的放针重拳，终于是责中带走。哎呦，这没带走吗？我但是起身6B， 这下无解，把你防住日劈强开 BC， 然后等你 AB 就好了，你不防那好没对吧。眼下比分持平，再点争夺战，又是经典的八神内战啊！大跳重腿想空连跳进攻跳 CD， 但是被 AB 泄风对空。哦哟，但是这手连断也失误， AB 正逆则逆向下不下 A 葵花秦月音升龙八是你接柴华，漂亮，真的很差。虽然说第一波血反连断失误啊，但是哎，这个补救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前小跳百合折逆向则中。来看下一局，哎，你像这种顶级高手的对决啊，很多时候啊你的思路甚至没有你的临场应变能力要重要对吧，因为这格斗游戏嘛瞬息万变啊，你不像什么英雄联盟啊哎之类的 MOBA 类游戏对吧，需要什么大局观啊，需要慢慢运营，格斗游戏就是招招见血了，对手出一招你没反应过来或者没防住，那不好意思一套残啊，尤其是风云啊，到底 15C 一个波，这金加帆只能去
边缘 OB 对吧，边缘去擦擦边摸摸响了也不敢太近身。来看一下虾柔这边的猴子搞基的鸭子，来吧十八神，哎呦下中绝对空，也是没敢想日P敢直接前大跳，然后最高点的时候直接飞翔脚啊，这招风险太大了对吧，基本是滞空时间得有一秒多吧。哎，再一点控制对手的防御状态不给动，持续巩固的加针判定，利用对手的防御僵持续做文章，但是很明显没有那么容易，跳 C 连跳压制，猴子马上破防了呀。好，刚说完带走醒内，比分2比1，来看下一局。这两边是没有任何试探啊，是吧，就是招招奔着命门啊。哎，稍微把火哟，这手连跳好险被掏到下盘啊，下不下也可以花掉倒，延迟谢峰被一批大跳百合折，漂亮，你的后脑勺啊，给我踢一脚不过分，直接带走，你看这伤害啊兄弟们根本看不懂啊。来吧虾柔这边日发出场的金加帆啊，金加帆其实不怕八神啊，但是不好打是真的，只能说两边是 5.5 对 4.5， 金加帆稍微吃点亏啊，没有波对吧，没有指令头，你也不能说没有吧，只能说是他这个指令头不实用啊，隐藏嘛。好的升龙，哎，双升双超杀没有问题，先打一套伤害还是比较可观的，又是先大跳百合折，想故技重施，还好没有击中，跳 B 抢空以后前冲正逆泽带走，这个泽还是比较硬核的，基本只能靠意识啊，靠反应是不可能。来看一下双方金馆长内战，哟，远古金摸一脚，原地学着高跳重拳对侧 1P 前跳，好的 1P 后小跳飞翔脚想打 1P 前中，或者想对侧 1P 的下重腿，但是真的很差，一点都没动啊，动不了一点对吧，直接却反，没脾气。加油这边只剩一个猴子，我有前冲连续的三个轻拳直接把 1P 推进反边，太有侵略性了吧，好凶。看一下猴子反攻开始了，大跳 C 正逆则飞翔脚打乱动，哎呦，这猴子则半天是没有任何效果啊，这很难受了，则不到一套大伤害的话，这时间是站在 1P 这边的呀，强开 BC 点下盘，日 P 赶紧后飞拉开距离，但地强开 BC 但是也没有则中，哎好连段又15，那没了，半月斩超杀，哟没接上，可以，这半月斩是踢到了半月板上，哎这边还是则中，大家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